调整衣物，注意保暖。 好，两位，我们直播准备开始哦。一九年宣布将在新北市板桥区的远东通讯园区 T Park 建立全新办公室，并预告将扩大在台团队人数消息后，Google 今天宣布位于远东通讯园区的全新办公室正式启用，同时也确认将于二零二三年在园区内新增另一座办公室。 Google 表示，今天启用位于远东通讯园区的新办公室，同时也是美国加州山景城总部以外第一座，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硬体研发基地，更是结合了 Google 人工智慧及软一体技术的全球创新枢纽。新办公室采用了多项开放及友善设计，让员工可以在各个空间进行脑力激荡及协作创新。以上新闻是由严诗云。 编辑播报，联合新闻网 udn.com，给你更多即时新闻。疫情肆虐全球，防疫工作谁都不是局外人。桃园是台湾的大门，更是防疫最前线。有你有我，我们一起守护桃园，守护我们的家人。 我是 Pub 最正点林书伟，在同一片天空下守护彼此。Pub Radio 联播网为医护加油，为桃园加油。 角度，犀利对谈，让您新闻能量满载。那我们要来喽，请听《Pop 抢先报》。好了，各位听众，欢迎各位收听《Pop Radio》《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学恒，请各位锁定《Pop Radio》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桃竹苗 v f n 九零点七。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 App 收听，或是透过 YouTube 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九一七 Pop Radio，那今天的来宾是 Michael Pen，n 这是一个呃台湾少数两个呃这个是国际认可对吧？对的这个事实查核网站的创办人 Charles，他今天又来台北参加好像是公司的活动，所以顺带来我们小庙拜访一下。<对>那 Charles 先<对>先跟他打个招呼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 我们今天其实再访他，就是稍稍稍稍稍谈一下这过去一个月，呃，这个事实查核了哪些东西，然后哪些东西是假的，让大家了解。包含了你最近进各入口网站、新闻网站，会发现郭台铭怎么又出来讲话了？就什么郭郭台铭出资啦、啊，什么郭台铭震惊呐？但这到底是真是假的？会问一下。但我我。 我在真正我们念新闻开始前，实在很想要问一下，就有的有一些东西事实查核，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呢？就是啊，呃,呃，是是不是觉得查核有一种这个尴尬的感觉？好我念一下、啊，这个问题是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号的查证啊，因为袁讯奇说钱要注意看，因为有些钞票呢，国父会露出牙齿笑。 <laughs> 这个就是我看的是觉得很好笑啊，但请问像这一类新闻，你们到底怎么决定要不要查证？嗯、因为一看就觉得就北汽哎、欸，就是有就求、欸、对，但是这个其实民众传来问的蛮多的，会超乎、嗯呃、真的、喔、超乎你想但他们到底是觉得好奇，还是觉得说搞不好是真的？他们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是这样。对，但是你要把这些看似笑话当认真来做，就是。 让他们多了解钞票是这样设计、哦，是这样子的。對我是我是抱持这样子，持一个做功德的心态、哦。他们以后再看到类似，就知道哦，他可能其实可以透过 App 做成效果哦。我,<是>我记得好像有，就是有那种<對>那个什么滤镜，对吧對？我直接说他当做一个人脸，啊、然后改一下。對對對對现在连像我这种仔仔都可以做出来了。<laughs> 好，那呃，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今天的到早上为止啊，搜索的呃排名那。 宏基，因为据说宏基好像要做一些新的计划。那同志这也是同志是那个呃智易的智，所以这应该也都是股市相关的新闻哦、喔。然后呃蒋友柏，因为昨天呢呃好像是 CT Want，就是好像是《望周刊》出了一个。 呃，新闻让我念一下标题，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点阅特高。当街摸摸乐一摸臀搂腰，伸裤带，蒋友柏千女特助街头情趣满点。哦，就是最近感觉台湾的正二代、正三代、正四代呢，这个运气不是那么好，因为昨天的搜索第一名呢是连胜五啊，嗯、嗨呀呀呀呀！你知道我们前几天访问连胜文，结果那个影片底下变成。 连胜文告解大大会，就是每个人都说：“胜文，我过去误解你，胜文，我我实在是不应该怎么样。”好，但昨天我看到这新闻呢，我也有一个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没想到懂玩的是连胜五啊，胜文我们过去都错怪他的，真正厉害的高手，竟然是连胜五，这我觉得很惊讶。第五名是 Sony A One，就是又是全幅。 呃，无反这个相机啦，又正式发表了。嗯、第四名是隔壁老王，没有了吧？嗯、猜不出来到底为什么隔壁老王会上搜寻呢？是<对>隔壁老王做什么坏事呢？不是，<laughs> 是有一个汤包店，还是一个卖包子的店叫隔壁老王。哦、然后他老板去年好像有性侵的丑闻，然后今年就是跑路了，嗯、所以欠员工一个月的薪资，所以老王才会。 上线，你看这这东西是不是很<尋>很莫名？就是你你还以为说啊，老王发生什么事，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新的笑话？就不是，还这个包子店还真真是叫做隔壁老王。好，第三名，欸、接下来比较偏演艺圈，第三名是谢和弦。那因为呃，这个他前妻 Kiana 的经纪人，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脸书，嗯、呃。 朋友里面还有他经纪人，就是有经纪人哦、喔，因为我亲眼看到他出来讲，嗯、他说什么，你你这个 Kiana、啊、好，我们就不要，嗯，哎、欸，这个新闻都给他写出来、喔，了 <laughs>。就是他新闻写说 <laughs> 婚姻未结束与男人性交算不算是犯罪？好，那结果这个因为那是他的前经纪人，所以谢和贤呢、嗯、那个大麻公子昨天晚上就自己开个直播嘲讽 <laughs> 说哈,哈哈哈，你看看你难怪，嗯、结果我告诉你事情。 转弯的完全跟你意料的不一样。今天早上呢，我就再看到 k e n a 的前经纪人发文，他说：“对不起，可能是天气的关系，我忧郁症发作，所以我不是有意的。这个我也希望一切可以雨过天晴。”我讲的这这，我想说，哇，这演艺圈是不是这样？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了，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去。 去看清楚啊！但麻烦这种东西啊，不要找事实查核网站去查核，啊、到底是不是有这回事？因为连当事人都出来说他忧郁症发作，到底怎么样啊？好了，第二名也是一个很鸟的新闻。为什么说很鸟？因为 FIR 那个飞儿乐团呢、啊，他呃前主唱费就是呃走了，嗯、据说是怎么样，好像不太愉快走了。后来他们找了一个新人来唱，嗯、那结果他们最近去。 呃，大陆参加一个选秀节目，然后唱完之后，因为是两两对比，结果唱完之后，呃，现场的评这个评审说：“哎，您唱挺差的。”然后结果这个也就算了，你知道？但我个人觉得有一件事实在很缺德，就是阿庆啊，就是他那个团长，也是那个费的前男友，说随时欢迎你回来合唱。我想说，哎。 哎、欸，你那那，那你现在不是有一个人站 C 位了吗？<laughs> 然后你当他的面说我随时欢迎前主唱回来合唱，这这到底怎么样？所以网络就把他骂翻，就是很很很不那个。好了，第一名就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北市议员潘怀忠，过去十二年涉诈助理费三百万呢、啊，试检声押。我早上很多那边的这个。 呃，不管是居民啊，或者是明代，都传讯给我，因为他们想说，哎呦，潘慧忠很会赚钱呐、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坦白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到底是怎么样，<laughs> 这真的是很奇妙的状况。所以，呃，我们先一分钟聊一聊、哦、这个 Charles，在整个十二月到一月，嗯、你上次来到现在那一个月时间，对<了>，这种需要查核的假讯息数量怎么样？ 我看你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laughs> 你知道我看起来感觉好像这个都熬夜了呢，忠忠 <laughs> 睡不好，<對 S 1> 是数量有增加吗？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哦、呃，所以疫情期间出现的大部分还是跟疫情相关的。啊、呃，对，原本可能月初是比较天气冷，开始有一些天气冷的谣言、嗯，呃，说什么会死啊，或者是譬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麼呃，绿营的侧翼说什么啊，我传到蓝营去叫他洗冷水澡啊，哈哈哈哈哈。 这这种智障的内容还出现蛮多的，然后中间就是可能还是会沾有一些来租什么的问题，啊、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是疫情的。欸、哦，所以就是随着呃政治情况的演变跟社会情况的演变，嗯、其实评论是会呃，它就是评论跟假的东西会互相相辅相成哦。我这边特别再稍稍念一下《嗯、苹果日报》头版头：封禁延长双腿，不对不对，双铁。 禁食就你在高铁跟台铁上面不能吃东西啊，嗯、但我还是要质疑一下指挥中心呐、啊，这个你去年就讲说一月一号已经执行封禁、国境封锁，就是锁国，但为什么还是有外国人进来？你还是要讲清楚好不好？这个有外国回来上班的啦，有英国籍的少年呐，所以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再回来。 是不是最近都有疫情？最近都有调查 四十五岁以下青年就业者年薪不到三十五万元。就是讨论各个地方确诊的、啊、哦，说什么这里有人送到什么地方？我们、嗯、这个医院其实有的没有，哦，哦但你知道，像这个异物解，其实这一件事情我有点意见，因为是有类似的其他研究报告、嗯啊、在讲的，不是伊波拉病毒，嗯、只是他用错了那张图。哎、嗯，还有个嘛，物理学杂志在查，在讲。 说那个，呃，你在，呃，走廊上跟他擦肩而过，嗯、是不是会有？ 提高感染几率还真有，因为他在研究那个飞沫的气体动力学，他发现、啊、哎，的确，因为你虽然觉得擦肩而过，啊、那但是这个实际上你还是有吸入或是喷溅到你脸上的可能性。啊、那这个<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是去查、哎、对我们也不能怪林静怡啊，林静怡可能就是不读书，<laughs> 觉得什么擦肩而过没什么问题，嗯、但从书瞎捏啦。 不过我们通常会写什么类似义务解这种，<对>不会直接说它是真的或假，的，嗯、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用查不完，<玩>对，然后上面会用一些描述，但是有的时候描述是错的，或是它切入了。对了，正确的图后有、啊，<laughs> 最近不是有很多那个呃新版诈骗。 就是左边是小猪或者邓紫棋的直播，然后右边就说啊，赶快我征球，你们破了这个东西我就给多少钱。对，我想说：「干，大家真是层出不穷，对啊对，我们今天才在做，哦，今天在做，对不对？他那个就是那个已经很客气了，他还是鞋真的存在的。干他以后要用低 fake 你就麻烦了，他追不完的。我怎么知道他邓紫棋有没有这样子？追不过呢对不对？ 昨天看到杨丞琳走上那边。哦，对，就是他现在这一招会用。嗯、Hello，大家好，我是许茹芸。哦，摔我们不说，许丽没有在隔壁，<事>好吧，<事>不要<事>不要担心。专属 App 九一七永远。<好>然后他就会要你填一些表单，然后把各字都填进去，就比较麻烦。嗯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 p u b Radio Pop 抢先报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朱学恒。今天的来宾呢是事实查核网站 Michael Pen 呢这个创办人 Charles Charles，今天上台北，我们就顺便邀访他。<laughs> 那 所以，呃，先讲一讲，因为反正疫情知道有很多问题，我们先讲一讲比较非疫情的这个假消息，嗯、或者是说易误解的消息，在过去一个月，大概呃、嗯、哪些你们查核之后点击率比较高的？好，嗯，点击率比较高的，我这边呃，其实最近都是讲疫情啊。那假如说是非疫情，就是像呃月初可能天气比较冷。 然后会说哪个地方有下雪，什么往如武林农场一段路有哦，对我有看到那一则，对，但是其实有时候是以前的，或并不是那个地方的，就是旧照片嘛。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会协助民众去澄清，因为这传所以他讲的是武林农场，是不？那武林农场到底有没有下雪？呃，后来后来下的，后来我哎呀，但这个那这个事实差的有点危险，很很尴尬的被你说，不好意思，木应该要讲。 澄清就是说目前武林农场没下，呃、那所以出了澄清之后，后来再补不是？但是很遗憾，三天之后它下了，<laughs> <laughs> 这个<對>这就是视察和麻烦的地方。像这一类的，呃，武林农场就那个时候没下，后来下了。那或者是它下的其实不是雪，是冰散。嗯、呃，對,对，这个这个也有很有得讨论，但没关系，这是、個、辛苦了。还有、呃、后面呢？好，然后比较多人传会讲那个。 呃，越南新冠病毒至今零死亡率，嗯、细细哦，那个从去年就有了，对,对，然后去年的很多都到今年又在重新，嗯、<对>又在重传一天，哎、呃，那个内文你稍稍念一下，<对>我们大家、哦、反正要澄清嘛，就也不会马上就被抓走，<laughs> 对，他说隔几天抓你。他说喝茶能杀死那个病毒。 它他、欸、是影片，那其实原本那个影片是一个医生，真的医生，啊、然后他讲的是是真的东西，他是会把哦有人流传这件事，嗯、然后他他去验证，是不是？对，哦、然后但是被人家以花千万剪辑、哦。他原来是讲儿茶树吗？还是讲什么？呃，他是中国的医生，然后他是他，因为他是讲。 有点像辟谣的方面，哦、他说哦、呃，有些还没有验证过，还没有那么实际、嗯。<掉>他把辟谣部分被剪掉，对，辟谣被剪掉，嗯、就好像他在讲哦，喝这个是好的，然后马上就、嗯、治治疗。所以这个也也是，也就是也也是谣言的一个。哎、欸，这个可不可以讲一下原文？嗯、你念一下原文，大家才知道哦，哦这个是被辟谣了。好，原本是一个影片，然后他的。嗯 开头通常都会说什么震惊世界的好消息哦，越南新冠病毒至今零死亡率，但这跟茶要怎么结合在一起？哦，他下面就会说，因为他们是用什么超级国家秘方，嗯、然后用了。 热开水泡好绿茶，柠檬汁混合进去。哦，那所以就变成一个澄清的方式。嗯、但他大,大家难道不会想说，为什么是说中文的医生来讲越南，大家多喝茶，所以病毒传染力降低呢？哦、对，它是其实是讯息和影片是分开的哦，也就是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所以辟谣就变成你两个东西都要辟。<對>越南到底是不是零死亡？哦，对，没有。<laughs> 哦，这越南其实也不是零死亡哦。你看这个<了>这个事实，它和要。 各方面就是这边那边也都不太对，嗯、你还要全部澄清、嗯。对啊，到现在就死三十五个，三十五个嘛，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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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那但我这边要澄清，确实是的，是越南已经严格管制春节期间回国的班机，就非必要不得降落，不得入国，连该国的国民都一样。那为什么？因为我我觉得其实很清楚啊，这个东西我们讲出来，大家思考一下，因为。 对越南来讲，其实他们人也过那个中国年、嗯、，Chinese New Year，他们也过的，嗯、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国民抱怨很多。可是他们的概念就是，嗯、那我把人疏散一点，就是我知道你都这个时间要回来，嗯、可是我管制让你不入国的话，你可以把假期调到下一个月、嗯、或者下下一个月，然后大家就改一天团圆嘛。嗯、那这个可以有效降低边检，就是边际检查跟医护人员的。 负担，負擔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思考哦、啊。请绿营侧翼不要在那边瞎讲什么锁国，就是在医护身上撒盐，撒又不是在做牛排撒什么盐呢？就是这是一种疏散的概念。那同样的，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很多人没看，那我确定这个不是谣言。以色列同样也宣布一周锁国，就是他管制这一周呢，飞机除非特殊需求，不准进，不准出。那为什么会这样？ 也是他要把，因为他一边在打疫苗，以色列目前的疫苗注射的比例是世界上最快也最高。那可是他想要降低医护的负担，所以要疏散。那这个疏散怎么样？因为诶、欸，他注射疫苗的比例呢，跟他医护的人员的人力哦、喔。 还没办法追上来，嗯，所以他希望能够说，我暂时锁国，然后我一边拼命打疫苗，嗯，然后一路打打打，等到我的医护都打完了，那我们面对这个疫苗做，呃，面对这个病毒做好比较多的准备，那才会这样做。那以色列其实最早是，呃，十二月九号啊，他就取得第一批疫苗，嗯、那他是声称哦，呃，十二月二十号要开始施打，估计年底前约四分之一人口可以接种，那。 这个数字，等下我要看一下，这个图太小了。Israel total、uh, c o v i d nineteen vaccine d o e s administered per one hundred people, January twenty fifth, twenty twenty one。哦，他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六了，嗯，也就是他每一百人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六。然后第二名是呃，这个阿伯联合大公国，它是。 哎哎，等等，我四四点八八，我错，我错，我念错。你看，嗯、在在事实查核 <laughs> 网站创办人旁边念错，这、就是一个很尴尬。<laughs> 我也没听清楚，没关系，<laughs> 来来，我解释一下，这个数字呢，这个早上是阿亮传给我的。那呃，这个 Our World in Data，它在一月二十六号更新哦，全世界疫苗的注射比例哦。 那大概是多少？好，这个它是用每百人有多少人注射，那这个大概就是用百分比啦。以色列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而且是第二名的一倍多，它是四四点八八，也就是有百分之四四的人已经注射疫苗。第二名是阿伯联合大公国，呃，这个是 United Arab Emirates，联合公国吧？希望我不要念错，它是二十六，就是百分之二十六左右。 第三名是 United Kingdom，就是美呃，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英国十点三八，那也就这个呃百分之十的注射比例，就是到一月二十四号。嗯、那但是呃，这边稍稍补充一下，因为英国的疫情太严重，所以即使他已经注射的比例是全世界的第三名、嗯、哦，他还是意图 Boris Johnson 还是意图要。 限制疫苗出口，嗯，因为他说我都没打完啊，我的那个阿斯特杰利康、牛津大学疫苗，嗯，那我还要出口，这是,是不是本末倒置？所以这个部分我顺便补充一下，难得不是假消息的东西。<laughs> 那好，那所以 Charles 这边还有什么假消息？你更正了之后，其实点阅率蛮高，也流传蛮广。呃，是像刚刚前面主导讲那个郭台铭的那个诈骗。嗯 其实好，这个你一定要念清楚，我跟你讲，大家才会知道说这一则是诈骗。<laughs> 因为我多次抗拒那个诱惑，我想说郭台铭人都不不是不是说不见，他最近在忙，那怎么还有他出来讲什么话？<laughs> 那好，就不见这个郭台铭的这一则，嗯、他的呃出现的形式是怎么样？ 它比较常会在一些入口网站，无论、嗯、是看新闻网站，还有新闻网站哦、喔。对，然后旁边或者下面会有一些小广告，嗯、它其实是来自于 Google 的广告、嗯。对，但是有些平台或者是审核上面，嗯，可能也不觉得它是诈骗、嗯。我现在点一点，搞不好就有，<laughs> 因为它是很简单广告，其实也没有很多图，就文字<對>什么呃等等啊，看看看看有没有。嗯 不过老实说，对於民众而言，呃、他们觉得出来从这些新闻网站出来，感觉应该是 OK 的。哎、欸，是他就是锁定那个追踪，<laughs> 就是他就针对这些网站下那，而且他下的是很简单的文字，嗯、也没有什么复杂图、嗯、啊。但最近不见，嗯、可能被你们害到，啊、<對>就被你们查核。<laughs> 好，他出来的文字是什么？呃，他会说郭台铭的最新投资让银行感到恐慌。嗯 哎，听起来，就是一听就觉得感觉是跟比特币什么东西，对要要糊弄人。要说一个超屌的那个加密货币，哎，叫大家一定要去用这个方式去发财，这样子。呃，那那这点进去之后呢，你也就是这样，像这样子的新闻呢，我们这种仔仔一听就假的，或者是我们已经被骗过很多次。那所以看了好像哎是真是假，而且又在新闻网站出现，还闹郭台铭。 那这个东西你们要怎么查核？嗯，首先我们就会先帮大家点进去、啊，然后点进去，对，因为我都不点，<對> <laughs> 然后我们一点进去发现它是冒充就是《自由时报》网站的页面，欸、然后大家从那个新网站点进去，你会觉得哦，这、啊、这可能是《自由时报的》的页面，因为因为它的整个 layout 做的非常像、嗯、啊，对，就是直接盗用它上面的设计这样子，嗯、那他就在上面放一些啊、呃，真的有影片啊，或者是、嗯。 描述他透过这个方式赚大钱的，嗯，的人，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去年有遇到一样的，那个时候是讲呃周杰伦和昆凌，然后昆凌那个时候就透过这个方式赚很多钱、啊，昆凌这可信度也太低了吧？<laughs> 就是类运彩还是去年你抓到加密货币也是加密货币、哦、啊？<對 S 2> 呃，各位我们先这样讲啊，加密货币呢，你现在进。<laughs> 进来呢，可能真的有点晚，因为加密货币为什么暴涨，有几百万种原因。那当然，很多人会跟你讲哦，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是一个短裙长腿妹子，就是浑身飘散的幽香，<laughs> 然后跟你讲说我们要让你财务自主，那这个就是要从投资加密货币开始，十个正妹九个骗。 <laughs> 这个这个我在网上收集到非常多的回馈，很多仔仔说、欸、我又被骗了，我还跑去上课，老师怎么骗我什么之的？拜托各位，你自己要会用 Google，好吧？不要因为看到正妹，然后走起路来摇曳身姿，你就很容易觉得说 <laughs> 哦，他说的都对的。不好意思，在这种议题上面，仔仔说的比较对，嗯、好不好？所以去年是昆凌。好，嗯、先进个广告。 对啊，什么过来你还给 嗯、有吗？猪脚、嗯，然后现在又是樱桃，嗯、那你你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就是你你。 你这样讲我，你可能不能讲说它不对，啊、可是对啊，没办法。那那个不是一个适合的生存环境，啊、会过度解读。对，那但是他又不能说，你又不能说他这样做不对，他真的就是杯弓蛇影。我们有一个很大量在传的谣言是说，啊、呃，美国寄来的那个安邦装的啊，里面会有就是那个，就是要看你要把包裹隔离 <laughs> 来，不是隔离吗？那 <laughs> 是酒精就好了，那挤歪嘞。有啊，你看网友就讲啊。 最近有一大堆的带赌运财广告，嗯，对，哎，你还没有运财的很多，还没有。可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做事实查核呢？很难哎，因因为他就他一开始可能就真的还给你一些，他就会说啊，我是什么真相哥，对，有有有，对，那问题是那个就没办法真相查核啊，因为他一开始他就钓鱼嘛。 就是嘛，好好，恰好你来你先押五千块，不要多，然后我给你两万块，然后但是你下一波再押十万，我保证你会赚然后跟走。是第二波，第二波或第三波吗？嗝屁啊！就这样，只能跟大家用教育的方式，有机会有风险的。这个事情果然呐，这很难。好了，等等一下，反正就是跟正啊，不然也也可以念我手上这个这些。啊，可以啊，啊，OK。 回来好的，抢好了，欢迎各位回到 Pop Radio Pop 抢先报的节目现场啊！今天现场的来宾是麦哥陪的创办人 Charles。这个事实查核网站在过去一个月，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很很辛苦啦。那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呃问题哦，就是呃到底是怎么搞的，是怎么样子的问题？<laughs> 那 诶，这个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好，这个你挑一个。好，我挑一个啦。<laughs> D 六四一六一四 G 啦，啊，就因为这个<是>这一个消息里面在网上传那个版本是结合了真的跟假的啊，对，就是一部分是真的。好，我先来念哦。这个呃，因为这一篇消息是讲说这次侵袭台湾的病毒是美国最新的 D 六六一四 G 病毒株。 那所以呢，这个布陶，事实上风院呐、啊，然后有慢性病老人也小心呐、啊。英国的研究说，感染呃新冠肺炎痊愈之后，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怎么样？样，这个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也引述过。但是这一则新闻，这一则假消息啊，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嗯，你不是全部看完，你不知道他把部分的真跟部分的假混在一起。 嗯、譬如说，英国那个研究说什么？呃、欸，这个八分之一的痊愈患者会败会在一百四十天内死亡，这个东西是对的。可是它的前半部写的是重症患者，嗯，嗯也就是你今天如果得了新冠肺炎，然后你重症<之>住院治愈出来之后有，有八分之一的人会在一百四十天内死亡。嗯、那这个。 逻辑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因为你重症，你本身就是抵抗力比较弱，<laughs> <对>才会重症。然后你可能是有多重并发症，或者你原先是呃这个老人，然后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再出来你的身体可能就受到影响。所以他说八分之一起，八分之一很高，百分之十二。嗯、好，这部分是真的，可是那其他的部分又不是。这个邱老师稍稍为我们说明一下吧。 好，他说，呃，有三分之一个人，三分之一的人会在五个月内死亡。哦，最新病毒株那个部分，<laughs> 嗯、对，那因为其实，嗯、呃，我们医原始的数据，它其实流传讯息的时候会少了很多重要资讯在里面，那、嗯、或者是把一些数据去做夸大，嗯、那民众就会觉得我好像正常的。 不是刚刚你说的重症那、嗯、样，嗯、就是我光重我就,就一般得了我，我 <laughs> 后面就死<對>就感觉跟死亡笔记本一样，啊，<laughs> 就是太太危险了这样子、嗯，对，所以会帮大家查原始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嗯。对，那呃，这个真正的内容呢，我来解释一下，好不好？这个我们照着他们的澄清来说明。嗯、第一个，D 六一四 G 病毒株是去年六月就已经演化出来，而且因为它传染性。 又比原始病毒株要高，所以去年六月就已经在全球普遍流行。嗯、那我们最近在讨论的是新的异变病毒株，譬如说、嗯、呃英国的 B117。那这个 B117 这只病毒株，因为它传染力高，然后英国最新研究是它的致死率呃或者是呃对对人产生伤害的比率也比较高。嗯嗯 可是它也是在去年七到九月之间新演变出来的，就是它比 D 六一四 G 还要再晚一些，而且是以英国为 origin。那呃，还有什么五零一 V two 啊？那个是南非的病毒株等等，有没有新的病毒株？有，有没有异变？有，至少目前世界上，我上次看到说，至少有十七种有明显差异的变异病毒株，但并不是每一个。 都会在感染力或者是在致死率上有明显的变化，而且有的病毒株出来太太短了，根本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嗯、但我们这边还是让它有一个基本，今天搞好像在 discovery 一样，<laughs> 先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新病毒株演化出来啊，自然就是因为旧的病毒株呢传递能力不好，然后感染能力不好，所以他们必须要取而代之，这就跟 演化的概念是一样的，嗯、所以三号它会出现，表示它是强势的病毒株。那至于这一次不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强势病毒株啊，或者是多强势？呃，这个指挥中心没讲，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好，那、嗯、呃，等一下哦，这个怎么还有这么新的谣言呢、啊？哦、这个是。 呃，十呃，一月二十一号说什么？嗯、桃园市新冠病毒列管人口为四十八人，然后一月二十八、一月二十九号增加十名。嗯，这个就完全是不实讯息的。像 Michael Pan 在这个部分是要怎么查证？呃，因为这个其实去年就流传过。哦，因因为就是去年各种数字他们会自己加来加去,去。呃，对。然后实际上你去查证，就算是去年啊，嗯、实际去查证那个数字也不对。 嗯，那而且我们在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列一月二十八、一月二十九，根本时间还没到嘛。哎、欸，对哦，<laughs> 民众根本就是什么预言是,是对啊，就那个时候就列管嘛，这样。上，所以实际上没，这真的啊、呃！我跟你讲，上个月的真的各种各样阿萨布鲁的东西很多。好，對對對那但我们。 关切一下国际新闻，就是呃，这个前面是正确，我们要先区分真假，好不好？那个拜登有说，川普离开的时候呢，呃，留了一封信，然后他好像有说是 pretty nice，就是他人没有想象大家想象那么坏，说骂留一个骂脏话的信也没有，那但是他留了一封信，那可是目前呢？ 网络上谣传，就你搞不到收到的版本是川普给拜登留了一封信，内容只有惊人的五个字啊！好了，请问 Charles m c e n 针对这个怎么做澄清呢？哦，这是写乔你知道我赢了的。這樣呃，是是,是,是最好是这样啊，<laughs> 就跟马云说你们是谁，你们要带我到哪里去？现在是什么地方？<laughs> 这是一样道理。<對>那这个东西显然标题就是假的，只有惊人的五个字。第一个。嗯 呃，麦片试是查的东西直接讲，呃，目前没有公开，因为川普<对>我们这样讲，一句基本的礼貌、哦，人家留了一封信给你，那是私人信件，<对>那并不是国务信件，所以拜登就算是美国总统，他也不能公开。嗯、那所以网上说他公开了，至少我们查到现在没有。但是他是不是还有很多版本？他连图片都跑出来哦、呃，对，很多版本就是各种语言的都有。然后其实那个连签名都是有比较有问题的。 跟原始就是川普的写的签名是有点不一样，这样子，印章啊各方面，就是在国际间有各种版本，呃，所以其其实都是很有问题、嗯嗯呃。但这个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并不是要指责谁，而是台派很信这种东西，因为他们去年一整年被误导了半天。<laughs> 好，另外有一个台派很爱的阴谋论嘛，就是呃，美国国会骚乱那一天。 这个 Nancy Pelosi 就是裴洛西的呃，就是参院议长，是不是？是真糟糕，在被这个時候记不太清楚。好，这个 Nancy Pelosi 啊，他的笔记型电脑，嗯，在美国国会骚乱那一天有被偷走。那结果现在网上就传了，哎呀，这真是太恐怖了，因为呃，有一个男子偷看了 Pelosi 的电脑，那。 结果呢？三天之后，他就自杀，呃，被被发现自杀，死在自己的家里，到处都是血。嗯，那请问这个新闻听起来好像很了不得，但是。 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嗯，实际上是差蛮多，跟国际间的报道有差，嗯、然后还说什么他身中八枪这样子，嗯，但没有一家就是有这样讲，没有一个像样的主流媒体哦，是众议院议长，哎，对，<唉>对参议院是那个谁？<laughs> 好，算了算了算了。 最近记太多东西，记不太清楚，<laughs> 光疫苗就很屌。对，光光疫苗就记不太住了。好，那所以这个呃，Nancy Pelosi 的电脑的确有被偷，嗯，那好像还是被一个女性偷走，她本来还要卖给一个，如果我这看这篇是正确，好像本来要卖给一个 FSB，就是呃俄罗斯国安局的人，但后来被抓到了。好，那但是这一则新闻里面。 呃，这一个叫做 Christopher Stanton Georgia，到底有没有参加美国国会呃骚乱？嗯，老实说，就是从我们从原本那些国际媒体的报道。嗯 呃，到他的死因，他可能有参加,加，他、啊、有参加。我我如果没记错，他应该有参加。你看，我专记这种乐色新闻，<laughs> 就他的确有参加。为什么我们说假消息难以确认？他其实这整篇呢、哦，我们先讲这个，又是美国极右派暗示的，嗯，意思是他看了 Pelosi 的电脑之后，发现哇、哦，里面有不得了、非常糟糕、重要的消息，嗯、然后就被灭口。哦，<laughs> 但问题是。 问题是台湾为什么会有？我们还是要讲，因为台湾的某些人在去年一整年的洗脑之下，非常相信极右派的阴谋论。那所以他们一直相信佩洛西叛国，然后这个川普没有输，嗯、川普赢了。<laughs> 所以，呃、欸，但他到底有没有自杀呀、啊？呃，是自杀。是我们看那个实际上的新闻是这样。c h r i s、嗯、t o v h e r Stanton Georgia 是自杀了。对，然后在里面发现有枪这样子。欸、但是。 不是像谣言说身中八枪，因为让自己打。他要打八枪也蛮累的哈，也 <laughs> <是>、哦、也算是很刚毅的男子。對對對對所以，所以这个新闻很麻烦，就是，呃，参议院临时议长哦，派崔克莱西，哎、欸，可是后来应该会选另外一个，这个哦，现在已经选出来了，是不是？好，嗯、这个新国际新闻更新的真实令人感到压力很大，<laughs> 每次一不小心不追就。 这个错错过，所以呃，最近也有一些美国右派的呃这种谣言被翻译然后进台湾，所以请大家看着都要小心呐、啊，不要以为说什么他是经济学者啊或者是什么样，他贴东西你都信。我看看还有哪一个这个这个哦，这个新这个最近最近,最近的谣言实在太多，对啊。 哦，好，<laughs> 好，乖乖这个大陆东北男子穿短袖短裤晨跑，冻 <laughs> 成人形冰棍的影片，<棍>那怎么样？这个影片我我我记得好像蛮多人看到了。好，是不是有这个影片？呃，对，这这个影片，那影片中的确有一个男子冻冻成一整颗，不好意思，就是就是冻死在地上，对吧？嗯，对，那。 结果你们去查证之后是怎么样呢？就是二零一八的时间，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台湾很冷，然后到处流传下雪啊，嗯、然后或者是大家要多穿一点衣服什么的，那、嗯、有一些关心之后就开始丢一些这些、啊呃、影片，影片然后把它变成现在的影片。<對>影片他们觉得好像是最近中国大陆发生这样的状况，嗯、那实际上那个人也是呃。 他的确是在对岸，他在的确是在哈尔滨冻死的。对，喝醉酒，然后没有做好保暖，嗯，冻死的。好、哦，因为这个，我跟你讲，假新闻有时候很难澄清的原因，<laughs> 是因为有没有类似事件？有。可你传影片呢？嗯、是不是二零二一年或者二零二零年事件？结果不是。嗯。然后有没有人喝醉酒倒在地上冻死？也有。 那不只是哈尔滨，其实你去那个新宿常有，哦、对不对？你去新宿歌舞伎町，哦、看他们一堆男的喝醉倒在地上。冬天的时候，我去问当地的自治会啊，他们说有，还蛮长的。嗯、可是你倒在路边呢，嗯、有时候我们也不方便救你，嗯、因为怕状况。对啊，我我怎么知道是你自己想要睡呢，还是还是怎么样？所以、嗯、的确，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嗯、就是新宿那边歌舞伎町，很多人喝醉倒在路边冻死。那。 这个也是有新闻，所以你这个实在是格外容易。啊、谣言说他去晨跑，对 over。嗯、对,对我，我想这就是意思，可能是像我们这种邪恶的仔仔，希望大家早上不要跑步，<laughs> 所以我们特别告诉大家：哎，你看你跑步会变成这样，呃，这个真是很烦呢、欸，各种各样的。 呃，好，这个简单讲一下就好。<對>这是今天早上中恒宜兰支线往武林农场路上的美景，哦、然后拍了一个呃树枝啊，都冻了很多冰块啊，然后就像下雪一样就碎哎。欸、<對>那请问这个查证，呃，这是台七甲线思源垭口一带，这个是叫雾松，就是因为水结冰，嗯、然后在树枝树叶上就弄得很漂亮。请问查证的结果是？<對> <laughs> 就是我们实际上去问,了啦、欸、問的了，哎、啊，问当地问当地人，呃、还有当时呃，武林农场们，对，對嗯、那实际上那一代那个时候并没有雾凇，但我不知道过那段时间过去之后有没有。好，这就是查证麻烦的事情，就是一月七要查证，搞不好一月十号有雾凇所以、這個、<laughs> 隔天有就嘛、這個。这个这个很艰困。好了，<對>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再回来。 现在其实有一些有装摄影机，可以 Live 看到、嗯啊、就可以看有没有。对啊，像还有传姚明山的，太古山啊，啊嗯、其实都有都有机会看到。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一啊，这就这这两个吧，等一下，<laughs> 哦，对、啊，这这也是很无奈的一个状况。 请上 Pop Radio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春节表情。多那个呃愚人节的影片，其实后来那后来就被再利用。<对>你像那有些人还做呃。 譬如说 Boston Dynamics，你知道波士顿动力那不是做机器人嘛？Uh, 然后有人就把它前面后面改一改，就做了一个机器人，然后后来被大家一直踢来踢去，因为波士顿动力工程师一定有病，干他们很爱踢跟踹他们的狗。<laughs> 那还还有那个机器人，结果他们后来就改，后来那个机器人就拿枪把他们都打死，要 <laughs> 报应，就所以这个。 韩国国主题还有什么？企鹅会飞啊，嗯、就是飞到不行。有 <laughs>、啊、这个，每年都播邀请大家用乐都开启新的一年，详情请上台北国际书展网站。以上广告由文化部提供。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文祥。这个声音好像好像哲伟哦。<laughs> 对啊，对，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管道。 不，我当然知道不是嘛，但但我就是声音很像，你照照录一个，看一模一样。官方账号：三专业四。那我们请伟来录，全世界都在听。啊好，最好是的，然后冒充，然后大家都被抓走哦。线上录就可以，他只要下载我们怕 u b 就可以。靠，我们又有这个东西，<laughs> 趁机打广告，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陈建宁。 流行音乐的过去、哎、欸，陳现在、建，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陈建你是不是就是阿庆的 Pop Radio？是吗？我不知道这个。对。德国、美国、洲、日本。了有啊，没没我也。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世界都在听。我是广生堂营运长王志美，每天我都听 Pop Radio，随时接收新闻资讯。 随时掌握生活新鲜事。就我们最近疫情，其实有一些不好去记谣，就是它是用录音的，就哦，<對>没有，它是怕被 retract，、啊、因为会被辨识出来。<對>好好 回来喽！好了，欢迎各位回到 p u b Radio Pop 抢先报的节目现场哦。我们刚,刚广告时间跟 Charles 聊到一件事情，就最近有一些新的假新闻版本是用录音的。嗯，那那这个是怎么传？就是他呃在赖传说啊，这有一段录音是某一个阿贝讲的，然后后面再附文字嘛。嗯、呃，对，他会先一一小段文字讲这件事情，可能那那段文字会民众会自己加油添出之外，嗯，那那个。 留言的英音,音就是音档。他会<對>呃，他其实他会说他是谁的老婆或的，或者、呃、然后会讲呃，就是呃医就是医生的老婆的呃，呃呃,呃描述是这样讲，但是他讲的那些内容其实有时候会有问题，嗯，就是像呃隔离的方式啊，或者是、嗯、呃我们是十十四天加七天，嗯、还是十四天加十四天这样的说法，嗯、那有些就是不对的这样子。那这种呃在、嗯、呃。在呃 假新闻的这个查核上面会不会有比较高的难度、啊嗯、呃，会。一方面，我们不不太会去找他原始这个人是谁、啊，嗯，这是谁讲的，那很难去查核。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内容，就是可能要打逐字稿，或者是听他内容是什么，嗯、然后去分析它里面的细节，那、嗯、再去可能去跟卫福部或者是跟专家去解去问他们，嗯、他讲的这样是对的吗？嗯，那有的民众就相信了，或者是。 以前还有传类似的这样的内容，嗯、那民众相信就不敢去看医生哦，問出问就會容易出问题。那所以好，我们现在手上真的还蛮多了、哦，包含了。 一月五号，你们有跟这个更正查核的一个消息啊？说什么医师工会前线的医师提醒说，高雄已是新冠确诊全国第一名。这个传递的方式非常阴谋论。他说这是最新的高雄状况，电视新闻都被封锁不报道啊。然后高雄是新冠确诊全国第一名。好，那你们去查证呢、啊？先去查证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跟高雄市医师工会。 然后查证出什么结果？啊、呃，他们并没有这样说。哦，他们完全没有这样发，对不对？对。那但是这个像这样子的更新，你怎么去 trace 回去呢？就是人家会来问说有没有这个消息，嗯、然后你说没有，那你要再请他再转发吗？嗯、不然很多人只收到第一版啊，第二版的更正就没有了。嗯、呃，对，因为。 其实会来问我们的多半，他已经觉得这个讯息哪里怪怪。啊，听起来不太对，而且完全没看到消息。对,对，然后传给我们之后，我们去针对内容去做查核，嗯、然后再用 Line 去做群发。嗯，然后民众就会转转真实的内容。OK，就说其实没有，对不对？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呃，好，那这里也还有一个，你看这个标题啊、哦，我就觉得很很，你你就知道最后是什么。 二月九日啊、呃，不不不，这是好像是十二月九日，对不对？这个美国疫苗出大事，特朗普骗了全世界。好，你你一看到特朗普，你就知道这是川普的这个呃中国大陆的翻译，然后。 出大事呢，这是他们很爱吸眼球的这种农场文的标准，<laughs> <对>好不好？嗯、这个是在十二月时候呢，网上也开始流传，就是说什么，哎呀，刚才二十九国紧急取消美国的订单，全部改用我们中国的科兴疫苗啊。<laughs> 那这个事情听起来很了不得，而且在 YouTube 上面点阅也蛮多。嗯、那请问 Michael 片去查核之后怎么样？呃。 我有点忘记那个内容、oh, 那個，因为我每天看这個。不，你每天被骗，你被骗到，我跟你讲，很多版本。因为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對>我那那个大纪元跟新唐人最近被弄掉一大堆的。<laughs> Y T 频道，因为他们从头到尾就是真真假假一直在那边弄，那人家不在乎就算了。可是等到选举结束，你遇到大量检举的时候，嗯、连那个川普的律师哦都被 Domino's 告说你，说我这个投票机作假，我求偿十三亿美金。嗯、那那所以像这一类的，像刚刚讲的这个呃影片呢、啊，它之所以是假的是，是你用关键字搜寻哦，国内外都没有相关报道。 而且，实际上对应的新闻呢，就是 Pfizer 和德国的 B N T 的疫苗也已经开始施打了，然后美国也开始施打 Moderna。那你国外啊，要订 Moderna 还订不到，因为它目前是全部优先提供给。 美国联邦政府使用，所以这个消息呢，就是看了就知道是假的，<对>实在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近呃，嗯、这个工作的数量的确有增加。对，工作那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啦。如果网友看到某些新闻呢、啊，觉得呃这个是真还假，你不能分辨，然后你妈又很相信的话，建议跟这个 Mygopn 的网站。 联络你就传讯给他们说有这一则新闻给他们连结，然后他们会帮你查核，然后你就可以跟你妈讲，哎、呃，对不起，也不一定都是你妈，<laughs> 搞不好你爸，就说这个东西呢，因为已经查核过后是假的，嗯、不要再传了。好啦，嗯、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中一切平安。非常感谢 Michael Payne 的创办人 Charles 来到现场。謝謝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由 Danny 主持的音乐一二三，大家拜拜。拜拜